这个店好像很特别，我刚才小红书有看到原理。你在小红书看过？是啊。翔哥小姐姐，你们好，欢迎光临脱单左转。嗨。左转。对，我们店呢可以许愿，可以脱单，还可以看故事。许愿就能实现吗？对，看一下，这个是我们的镇店之宝愿望墙哦。我们里面还有我们的故事区，也可以进去看一下。看故事。故事的。按第一个。好的。一般都怎么拿呢？这个秘密歌。可以，就是男生抱着女生上去拿。Oh my god！ 可以吗？原来用我们跳舞的那一招。对对，来，一二三。可以吗？哇，你太棒了！不太重了吧？还好我重，我没吃太多。不重，一点也不重。是不是有一种关系？只能做朋友，不能说破。真的是没跟任何人说，谁看见了帮我保密了。那你们都要帮忙保密了。还想看什么？戳天歌、初恋歌、公益歌、遗憾歌、遗憾要吗？啊，遗憾歌最多。哎，对，为什么这么满？对，那个就是最多的遗憾，最多。选一个。不喜欢有遗憾。 我现在很享受孤独，一个人听歌，走在路上，自在，轻松。原来粘人的我，因为和初恋分手，改变了。我本以为我会永远放不下他，现在走在江南的小路上，和朋友玩得很开心，快乐最重要，哈哈。我也觉得快乐最重要。第一段恋情肯定是很难忘吗？真的，分开就觉得啊，天有塌了。然后你走过来会发现，天一直都好好的。但我觉得他其实还是没有放下他。嗯，应该说初恋好像都会有一个位置在那里的感觉。你的初恋呢？我初恋了。哎，你的初恋呢？ 我初恋，我的初恋，哎，你的初恋呢？我初恋在家呢。哇，不，这么幸福！我和我男朋友也是高中在一起的，我们现在已经在一起超过10年了。我的初恋，我是一个没有前男友的人。太厉害了，好棒啊！那你的呢？我的是我18岁的时候，那时候大学要毕业了吧？然后其实我不知道该怎么表白，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做，一直不太敢去接触，然后最后是逼自己该跨出这一步。然后你去告白了，然后成功了。那时候我记得我朋友就跟我说，你就跟他说把眼睛闭上。然后我就轻下去，还挺浪漫的呀。但是我完全在发抖，因为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然后我就默默轻下去之后，我想说那可不可以给到一个回应，就是回家之后他思考一下要不要在一起这样。然后就到了晚上，他都没有给我回应。我想说天哪，这等的真的是
要打电话讲说他怎么还是没有回我讯息，因为我都说那我们就做朋友就好了。那时候我还记得，我不知道是哭还是怎样啊，真的。但那时候就觉得，然后早上打电话之后超好笑，超戏剧化的。您的电话已截至目前并没有缴费，但所以我那封讯息根本就没有传出去啊，真的。嗯，所以他根本就没有收到我说我们当朋友就好，然后早上他就说那我们在一起吧。哇，太棒了，那就是缘分。哎，真是可怕，怎么讲自己的东西这么可怕。我们走吧，去那里坐着。嗯，我会发现遗憾歌是最多的哦。那你有什么遗憾的事吗？嗯，因为其实我，
平时生活属于秦岚的时间挺少的，我可能从20岁开始就一直工作工作，然后都是有工作团队，有身边的人。然后那年就是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一年，就刚好那年的工作往后delay 了，推了一个多月。然后我爸妈呢，就他们已经计划好了去三亚，然后突然你一个人在北京了，是那样就自己呢就是还挺寂寞的。然后我就那段时间特别逗，我就会发现就有的时候会跟自己自言自语，比如说我今天健身，我说哎今天要练一个小时加油，然后我就自己去，比如说我哎好渴，我去喝个水吧，这个也会讲。对，然后我就把自己吓到了你知道吗，以前我拍戏的时候就比如说一些 OS， 我会觉得这什么鬼啊，谁会跟自己讲话啊，什么鬼，结果就发现自己真的会那样就自己呢就是还挺寂寞的。就我刚刚听你说，我要发现你常会说什么鬼啊，对对对，那我问你哦，什么上次那个，上次我送你的那个帐篷星空啊，我也想知道怎么了，因为那时候你也说了什么鬼啊，什么鬼啊！哦，对，其实我在那时候在自己在弄的时候，我就觉得，其实我内心真的也是什么鬼啊！因为我觉得那个星星太，我觉得没有办法打动到我自己在弄的时候。但后来你来的时候，你第一个反应也是先说什么鬼啊！因为男生有时候准备惊喜，然后就也还是会。想很多嘛，但你后来又很开心，所以那时候我就在想，哎，那小兰是因为后面的开心是为了让我比较开心一点，顾忌了我的感受。一开始我觉得他没有很感动，我才会有一个疙瘩，想说你的什么鬼是什么意思，所以我想了解当下他真正的想法是什么。没有。真的吗？它其实就是一个语气助词，其实那天我还真是挺感动的，嗯，真的是人生第一次就在那样的环境吃火锅，然后又露营，我已经很开心了，然后哎，我想如果那个星星该多好，所以那天我就是天哪，怎么可能，怎么就可以有一个这个，我是当时很惊喜的。对，因为我还是希望可以真的给到那个惊喜，所以没有没有，是真的被惊喜到了，太好了，我挺吃惊的，因为我都忘了我说了那句话了，但我也没有想到他会就这么在意我当时随口说的一句话，我就觉得他很暖很暖。有时候自己还是想太多了，就希望可以不要一直惦记或者不要有保留，让我们真的是打开彼此一个小小的东西。对，想要给你满满的惊喜。那你那个惊喜是给秦霄兰的还是给秦岚的？给秦霄兰的。很惊喜，谢谢刘小浩。你以后如果有话的话，你可以不用跟你们家的猫说，你可以跟另外一只猫说。另外一只猫？加菲猫。我应该像加菲猫吧？加菲猫的定义是什么？渐渐的，渐渐的。有事也可以跟我说。嗯，好开心。